祝福你哦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对今天开始，我们连续为大家介绍六集的福建泉州系列的故事。头一集要带大家来去湘西渔港，伊就伫个泉州的东南边，住伫个遐个蔡沙天师兄甲蔡品明师姐，因本来拢是伫个抓鱼啊，啊那无就是伫个渔港做工课。啊，不过这几年因的生活真大改变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嘞？平头山则无消炎，啊无消炎，无咱台湾人啊，山顶面来一直感染感染，啊山变来发生哦，来细菌一直走的，山去照去照，才照到无说，也危险哦，伊只有三四个月哩咯。可能断定就是也紧急的哩。你说你也可以走来平头山了，我走来林包，我就没法能救的。你走的，我呀，你说你就是，啊，我拢迷信啊，都是菩萨要救人，才去来问啊，你来问，来菩萨的保保佑保佑啊。驾船的人哦，就是头头一条是苦题啦，有方无方，全是苦题。咱叫做种细石王，叫做个迷信啦。咱对上个佛陀东经哦，咱就得去拜，拜这个看王的，祝你平安，无方顺事。啊，咱全村的地址就安尼平平安安，一帆风顺，祝你归回安尼。咱台湾人就是最头一条最信的。阮这大部分人外包就都是东京，就说我暗暝也要倒来咯，我人叫你咯，啊，我就去点油浆，怎么安尼来点油浆？哎，这下保平安安尼，起来安尼啦，这条是咱的风民间的风俗，我这条啦。两人走信哦。我细汉老时阵，老像说咱老特别，阮一搭上时是全部靠海的咯。啊，靠海就说靠海就食天食地咯。啊，靠在神明咯，东经咯，或者说菩萨咯，阿爷公咯，地爷公，全部靠在说，靠一个安慰，保庇平安咯。就是用个有一个什么日子咯，啊，有阵就大家去遐咧点点拜拜了啊，忘记一个牌坊都得问神家咯。初一十五点早运咯，得烧大莲咯。
别安尼，就去卡拉挂嘞，三生五生扣扣话得去拜话得去见去好。到这个人里安里人带来喽，人带来就在收音机喽，各方面喽，有在开黄喽、乌喽、灾喽，灾船的大只喽，啊，这个迷信喽也正常安尼啊，迷信无改变啦，传着拜我无改变哩，反照上着安尼拜，安尼点样？啊，那对用迷信喽作当啊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阮老上早，阮上以前全部是靠海为主，啊，几乎阮女的就是为主，大家都在帮忙。十一岁开始帮忙啊，因到我时间啊会停几日无补无补，过三十二岁迄代也是家己钱查存好，也是家己的有补。哦，阿婆甲我落来，算我甲我安尼四十四岁归三宝，全咧唔保人，佫唔拆人，无拆人无保人。看到种业障，阮当唔保咯，唔保就是无赚无起，干那一种安尼，做环保。我要讲，我等你，等你修好。阿叔，来这个袋子啦。不好意思，做一个啦，做一个打，忙输，忙输一个气啦。做一个啦，一个做一个啦。哦，这个店就这多啊哈！这个店哦，就是一个黄金师姐在甲人收的这台的啦。哦。啊，我啦呢，伊也有收这个，我就来跩人来打啦，啊来打一顿师兄仔安尼。哇，这位就这多啊！哈，感恩咯，感恩伊在甲我们来收。要做来找个人做。做你一单卡车。哎，三位。哎。没单了。没单。等我，公司打来下卡则打卡好势。你用打单，打老落来啊！哦，呀呀呀！上摆个逐项该打，叠叠米啊，打水，往过阮遮就也叠啦。到我结婚结新来，迄两几年也叠到后尾落来，一叠外二楼一个打落啊，一下就逐个看那边边落来叠打落啊，啊就是到环保才叠打。啊，从你那里，快叠打。就三四位伫安尼搭的啦，阮都上师兄，你又是规规家家咯，好，有诶伫啊野几地啊，你无去搭车袂到啦。这个每日都上恁甲咱家，是说咱一个团队之间也欢喜，吼，阮家己也感动安尼，也是大家有阵在甲人讲说，哎，咱从位也是一个方便咧，发甲人讲话讲话都大家欢喜就来做咯，安尼就开始伫做咧啊。人家变做卖了，搁爱搁打。哈，卖做卖了，阮来搁翻。阮就是安尼，逐日就安尼啦，就说。一逐日贵个就是伊也有，就来打。开始伫个要捡，是本来初初伫个捡，也是确实有一个也歹势啊，就说有阵好处理好头路，人逐日倒看咯。不过也是处理捡的也两下歹势，逐个拢伫看，无头块壳啊捡啊，两下一直看，是本来嘛是也歹势哦。啊，即阵过习惯咯，即阵环境起啊，倒落去捡，阮都是安尼，无管你一个双打波做啊，阮都是家己勒勒起来咯，是阮也习惯捡啊，也欢喜。嗯，安尼三季哩就着一个点收，三季就一个点收完的啦，是基本五六位在咧收的啦，啊，所以计着打的啦。嗯，开始伊袂晓说，我反倒咧干啦，到落尾伊也理解咯。哎呀，即摆就是也，大家也普遍说在也说，我主要是大家是坐伫咧要去。
救灾的咯，啊，就说大概说从我这真正咧救人的，大概说咱全是也自卑咯，就也大概也欢喜咯。啊，有阵阮这个团队也不可思议，就说有阵一部车在下车无人，都见有别搭人甲阮相共，真正伫个做滴无法心伫个看。一件代志做袂，说感觉说，咱像说一本无法哈无人，啊，多连咪都有人甲阮相共。就是了，就听伊的主人，就教伊的字啊，伊的种科学的啊，哪有等咱啊？几十年的手术，做完过程啊，变成闽南的手术，按门诊名咯，做完过程啦。哦，唔会手术你咯，好，唔会手术咯，加一个，六个啊，六个我过程袂手术你咧。沙天师兄的脚手真溜达，伊较早拢伫个舟船讨海，啊，毋过伫伊四十一岁时阵，因为得到咽喉癌，只好提早退休来养病。阿妈常常做医药，啥物人都笑我，所以你一个我身体我歹，啊，讲话袂方便，佮暗站做种环保上暗站的安尼啦，所以你忙去做，你也无做也袂死做就死安尼啦。大家说你唔忙，你唔忙，也偷偷也破坏我，无要直直看我做做一个哦，真啦，愈做愈少年，愈好势啊！而且我这直直做，我哩感觉说，直直做直直开我，我直直好势也无惊，佮下边暗站的我做起起来不。所以你落去看这电视，用这电视吃上面要讲啊，啊讲咱这读读智慧啦，伊这读读讲，咱这读读学习啊，无我平均一日学着两件唔好啦，所以说我高烧就去顶葡萄糖咯，也是很艰苦咯，就着安尼啦，落尾我去做者煞袂啦，本来家己奇怪说，那今年煞唔拍唔好啊，安尼哦，咱着去健身心咯，啊上面讲的话又说。叫咱，啊！咱说就是个鼻青，就个放生个头尾啦。走。好。咱无文化的人啦，我纯粹啊无读册人哦，所以我十二岁就缀阮阿爷去走村咯。无咱哦，往个袂晓哩啦，无知啊。狗就避开是咱只有智慧，咱只教的，啊，我就开始教这个无速度。三天，伊是家己阮后头的人啦，阮家己帮头的人啦。啊，开始是伊家己来，佫是家己来设备在，毋是阮咧叫伊的。伊就看到阮这个环保做啊做好咯，啊，我伊才开始家来问啦。就说伊往摆无来参，无来在一个环保，想都无捌伊哦。好，就说到我来在一个环保，大家嘛也尊敬伊，大家话伊说一个咧安尼做，真正是菩萨，就大家也恭敬伊咯。啊，就甲帮家结也做好缘咯。阮家己也是也感动啊，南疆人东西也少啊，好，大家都赞叹伊。阿妈，阿妈，要开工了，开工去上班。
慢慢。大妈，你都回家了。江西渔村的巷仔真矮，关关格格楼梯真多，不环保工课更加歹做。啊，不过每一日之工拢脚踏实地，耐心耐心，不怕艰苦，竟能做出石狮市上最回收量。坚持逐日咧做，我们就说。环保当然也是一种好的修行啦。我老就是老准说靠姑娘家己砂工修，阿桥买山头，恁老是长口路，就爱过着去搭呀。修修啊，到我一中搭个，到我车有路的方便，就当沙滩市场载咯。就说青干女的伫咧做，也较无法通也带动人啊，安尼有男众人就说，搁较赞叹啊，安尼说呀，吼。阮卖咧去环保的之主，一个金海河，就是哦，也做做爱南美伫家门口着食啉咯吼，就做爱物件所有白白去海内，伊一个车只船去骂做阿赞美，袂惊阮跩船有船会假咧，就要出去开店来假着阿赞美咯，船就袂离夹去处理咯。阮咧去环保就唔免啦，啊一个休息就加阿清去哦，大家都也是有赞叹，咱就安尼讲。啊，阮大家说，阮一区是大福产，有种就有人收哦。啊，人就大家也欢喜。啊，这个阮上司一个是安尼，就说你啊，有人安尼赞叹的，就伊也嫌，伊也嫌个三块。安尼，咱一个环保哦，就规上司，大家都要保持啦。好，大家嘛咧祝福。什么呀？阿舅，对阿舅，阿舅啊！大家到，大家到，大家到啦！出来搞定你啊，完蛋了！
飞袂讲话啊，你要炸了啊？还剩固定的啊，会啊，遐反正也是死啊。到第三日啊，我突然间咱就说伊出来巡房啊，来暂时的巡房啦。我突然间无代无志，我本来也唔知啦。我倒了啊，就是三日倒了啊，无代无志就毕业啦，还叫车助理嘛。咱别个人叫啦，伊个助理嘛，我面前咧给我查房啊，我就嫌食助理嘛。伊个助理唔错，我一个头水，心肝头一打咧。伊说你个讲话啊，伊全咧讲我赖人讲，伊说菩萨咧救你。你这个对啊？伊全说一句，伊说菩萨咧救你，无你是袂讲话。你交给罗州十年啦，你断定是安尼啦。啊，我今年十一年啦。啊！我下次落第八年来做一种广播啊！啊！我会做，我来做广播，我就这样子想。这菩萨要救人，咱就救别人咯。咱就发愿心来救别人咯。唔通直直要等咯，提供了哦。唔通直直要等菩萨救人，咱就地位，就吃咱的地位咯。第一做狂歌身体好啦，啊第二做狂歌哦就是智慧高啦，就是智慧贵咯吼，啊第三做狂歌就无烦恼咯，哦第四做狂歌就减肥健康。感恩说，大家发欢喜咧，做一个广播。嗯，咱真正有用一个菩萨智慧，甲一个慈悲去做，当然菩萨加持咱啦。只有咱咧做哦，灵天护法提供伊都知影，菩萨都知影啦。菩萨说，你真正有相信菩萨，当然就感应啦。每一天的下晡，平民师姐穿着一顶渔村的葫芦，用本担来落实环保。沙田师兄也欢喜来到底，找到人生新的目标。这顶志工不但有正信正念，也因为信仰的力量，让因的生活过得更加平安自在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师兄这样呢，一天嘛拢爱。你啊，一日起来工作做十外钟，然后上个朝就等于讲我晕啦。嗯。伊问伊来，伊问伊。啊。